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终于可以来挑战我们的道馆纪道的跨服赛了。哦，这个 LAMB 他把所有排行榜都打到第一名哦，他花很多钻石哦。来，云山馆的冠军到底是谁？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，看看老爹能不能打赢他的第一名哦。来，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倒数第几名哦，我不管哦，超市上四流，上流拳。仕方のないことだ。好，三战全胜，应该是啊，老爹都喜欢打三战全胜的，轻轻松松。好，我们再来。大道是有多大？75伏的高手，来。一样挑战全胜，没问题。这个好像第三强哦，75伏第三强的，我们一样直接跳过啊，靠腰，差一点点呢。啊，第二场不会输吧？好，没问题。再来就是主力对主力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主力对主力。老爹小狗狗1360万，再来。大道的大眼睛到底有多大？好的，小狗狗560万。老爹存钱1100万。我们再来，最棒的杰洛斯2400万，还可以。老爹的杰洛斯踹了一脚，活鸟丢一下，没问题。现在是6-5的局面。Round two, fight！ 老爹大眼睛，250万。好，他的独角仙有点硬哦。但是不会比我们的大王还硬啊！我们的大王的独角仙我都打得掉了。好，大到了小狗狗500万，老爹存拳432万，我们继续。而且杰洛斯踹了一脚，换老爹的杰洛斯2200万，没问题。火鸟丢一下600万。他的小鸟站不起来了，好，基本上已经赢了，轻轻松松。下一组比赛，我们再来。这一只是他们的第二强，75伏第二强的超市乘以背心。好，来，一样，老爹要挑战三战全胜。好，第一战赢了，第二战也赢了。再来，主力对主力，75伏的高手，究竟跟老爹打起来会怎么样？老爹大眼睛600万。好，他也是艺术大眼睛，跟我一样哦。好，我们的小狗狗1200万，春卷春的6个，1100万，没问题。他的杰洛斯，有2900哦，有练过哦，2900哎，还不错。老爹杰洛斯踹了一脚，
活疗丢下580万。哎、欸，有点痛哎、欸，有点强哦，有点强哦。好，再来。对面的大眼睛，133万。哎、欸，真的有点强哎、欸，我没有开玩笑哎、欸，高飘。换老子的存权，832万，再来！哎、欸，他的红纹女，他的红纹女也太烦了吧！靠腰！哎、欸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好，我的节奏是3000万，再来！果然吧。还是没问题，他是这样，他是这样三只啦。四个啦，三个，你怎么跟我斗？基本上应该是赢啦，我还有7颗气耶。前路是810万。好，轻轻松松。结束比赛，3战全胜。再来，还靠腰，他是最强的，他是最强的，他是75伏最强的，没有啦。靠腰，好，没问题。然后。集训中心这里可以升级耶，科技系在增强。好，然后先让各位看一下，老爹大眼睛，速度已经1000了，1012哦，全部都真女装了，而且都满星哦。速度还是比这个炮轰大佬的杰洛斯还慢哦，超夸张的。唯一的机会啊，我这边速度加成还有2%哦，还有2%，我们把它洗出来哦，2%，好，洗到了，速度来到1026了。看看能不能比他快啊！他真的很夸张哎，他的杰洛斯速度不知道是怎样哎、欸。好，来看看我们的杰洛斯，看看我们的大眼睛能不能比他的杰洛斯还快？没问题，比他快啊，终于啊！好来，老掉小狗狗1400万，春卷春的6个。890万，没问题。对面的红纹女890万，杰洛斯一炮2800万，小狗狗1200万，啊靠腰，这样我杰洛斯打不出大招。好，不过不紧张，我们再来。现在是5-6的局面，他的火鸟竟然站得起来、欸、好，我们的小狗狗600万，春卷春了6个，奇怪啊，他的红纹女怎么都没有躺下去啊，一直戳我的杰洛斯、欸、等一下，这样不行啊，他一直戳我的杰洛斯、欸，稍微换一下，这样才公平嘛！他一直戳我的杰洛斯哎、欸，好，我的大眼睛速度比他的杰洛斯还快啦，这样基本上他就没搞头啦，除非他戳的，谁那边偷打我了？
大店小狗狗1490万，再来。好，喜欢搓给你搓啊！谁这么打我呢？结论是2900万。我们继续。现在是5-6的局面，对面的大爷进驻了一下。哎，他的红魂女怎么那么耐打啊？他的红魂女打不掉哎，太夸张了吧！好，对面的杰洛斯1880万。哎，他的红魂女是怎样啊？超硬的，那只红魂女超硬的，看不懂哎。好家在啊，好家在，好家在，我的春卷也很硬哦。好，现在依旧是5-5的局面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这个抛物大佬用幻战龙把我打下来了，没关系。老爹还会持续强化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真的是好烦哎，都没有一个阵容可以100%赢哎。大家，拜拜！都要这边调阵容，烦死了。